埃及骚乱持续，总统穆巴拉克重组内阁。有旅行团提早由埃及翻香港，仍然有人滞留。河北高官李刚个仔校园车死人，判监六年。河北官员个仔校园醉驾案件，疑犯李启明交通肇事罪罪名成立，判入狱六年。李启明朝早由囚车押送到当地嘅法院。法官认为李启明涉嫌酒后驾驶，在河北大学入面造成一死一伤，交通肇事罪罪名成立，入狱六年。事发在去年的十月，河北保定市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刚的仔李启明在大学入面揸车撞伤人之后拒捕，态度嚣张，更加高叫我爸爸是李刚。事件在内地引起广泛的关注，而李刚事后曾经公开道歉，并向死伤者赔偿40多万人民币。新闻报道完，再见。